诗篇九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恁着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队拢着向耶和华歌唱，着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伊的名，逐日传扬伊的救恩，伫列邦中述说伊的荣耀，伫万民中述说伊的奇事，因为耶和华是大。着受极大的恶劳，伊伫万神之上，着受敬畏。阮仁慈的天父，阮献上尊贵甲懊恼，阮做你的百姓，你心所疼的儿女，是何等的蒙福，会通来到你的面前，正亲像诗人所讲，人算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世人算得什么？你竟然眷顾伊？你何伊比天赛微小一点啊？并赐伊荣耀尊贵做冠冕，你施乐恩典甲怜悯，是超乎阮应该得的。唔管阮叛逆，你犹原疼阮；唔管阮不配，你也是选择了阮。你牺牲你的囝，死伫十字架顶，乎阮接着耶稣基督的囝的名分，并在你面前蒙悦纳，因此我感谢你，并献上我的生命来敬拜你。做你的儿女，我求你，让我的生活配得甲你的名相称，因为你的名是超乎万名的之上的名。愿我的言行一致，来宣扬那位雕阮的美德，愿阮的见证也将其他的人带到你面前，好因也通蒙赦免，并得到新的生命，好阮所面对的试炼甲苦难，真多阮宣扬你奇妙恩典甲疼的机会，帮助阮唔通久久伫家己无能甲不安中。反正是透过点在阮内面的圣灵得到力量甲勇气，
愿君无以福音做见笑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愿你赐予阮胆量，用听心讲诚实话。世人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及救主，在伊内面有永生之道。这是你予阮做你儿女的呼召，阮也因此求你应允阮的祈祷。随着选举的日子要到，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你安稳可靠的手中。阮知影伫这个非常混乱的时间，有真多无确定的代志，但是阮知影有一件代志是肯定的，迄个就是你总是掌管一切。因此，阮将一摆选举交托你，求你赐予安全有秩序的选举。挫败最歹的人的计划，确保百姓的选票，并伫选举日子会通控制肺炎病毒的传染，感动百姓的心，为国家选择适合的总统。愿你赐予下一任总统敬畏主的心，予伊有智慧来领导国家。主啊，阮将阮的国家交托伫你良善及至高无上的手中，敞开阮的心，聆听你的话语，予阮顺服，使用你的仆人做你的发言人，并且请圣灵改变阮的生活，垂听你百姓的祈祷。阮是因为你敬耶稣受分别罪性，阮奉伊的名祈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大家好。几年前啊，美国的所在有一位出名的德国的神学家，叫做 Helmut Tillich， 啊，伊伫美国真侪所在讲道了后，就有人问伊讲，讲 Tillich 先生，你认为美国的基督徒最大的缺乏是啥物呢？伊就回答讲，因对苦难的看法无够严。干哪那会安尼呢？你干哪那安尼讲呢？伊讲，提力先生就讲，因为也国有真多的基督徒，因认为讲健康甲富有是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信徒唔应该拄着苦难。当然，这款的神学的观点啊，甲圣经所讲的有唔对。甚至有真多正咧受苦的基督徒，因国家艰苦来明白讲，干那是因那会拄着问题，拄着逼迫，拄着困难。所以基督徒咱应该着怎啊？以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呢？这个月咱要进入到彼得前后书，咱要来看一本册。啊，这本册是使徒彼得按下来写的。伊虽然曾经跋倒软弱，但是伊起来了后，上帝大大会来使用伊。啊，伊实在是实行了主耶稣基督对伊的使命，甲伊讲：你跋倒，你起来了后，你着鼓励，你着坚固兄弟姊妹。当然，主耶稣啊，伫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以后，又甲伊讲，跟彼得讲：讲你着牧养。你就扬起我的扬棍，所以啊，彼得在伊年老的时阵，伊就写了啊一本彼得前后书，伫要鼓励、安慰当初时面临逼迫、拄着困难、受苦的信徒，要予因对上帝未来的盼望。册中咱看到充满了盼望，所以有人就称伊做啥物呢？啊，像彼得讲，伊是盼望的使徒；，亲像保罗，人称伊做伊是信心的保罗，信心的使徒；，约翰是称做听心的使徒。彼得前书伊的主题，伊主要讲啊到什么呢？啊，伊讲啊到受苦。啊，受苦这个字出现了16次，有6次
讲啊到耶稣基督会受苦，然后有十摆讲啊到基督徒会受苦。所以讲到两方面，就是基督徒伫受苦中的盼望到底是啥物？然后讲啊到基督徒伫世界中的行为应该着怎样？所以咱有法通看到讲受苦呢，吼，伊是对受苦。哦，伫圣经内面讲到基督都有十摆的受苦，然后有受苦，伫受苦当中，有法通经历上帝恩典，恩典会拖来盼望，盼望就有行为，就是讲咱既然有盼望，咱伫世上应该就有好的行为。当然，这就带来上帝得到荣耀啊，甚至基督徒有份伫上帝的荣耀内面。这本册所写，当彼得写的时阵，伊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鼓励当初时的信徒，当伊伫苦难中的时阵，要怎样为主的缘故吞忍交代。所以伫第五章第十节圣经安尼讲，伊个属主般恩典的上帝，把伫基督耶稣内面吊的，得享伊永远的荣耀。但恁暂且受苦难了后，的确要亲自来干呐，成全恁、坚固恁、赐恁力量。我伫第十二节的时阵，伊上番讲，我大约会写了一本册，还是一张批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写啦，转交予恁，是要干呐，劝勉恁，我要证明。这个恩是上帝的真恩，您的确就在恩典顶面站在这条。所以人看到这本册，这本书信，他说到基督徒在苦难中应该就站在这条，甚至以后说到当基督徒咱领受福音了后，咱享受的再福气，说到基督徒跟世界、跟国家、跟家庭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着怎样？所以咱若要解分段的时阵，我当真简单来解分做四方面。基督徒的救恩第一章，然后伫第二章，咱有法通看到讲基督徒的行为，第二章到第三章，然后基督徒的受苦，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四章，然后落尾第五章有一个勉励甲祝福的话。今仔日的信徒，咱应该啊，着来好好诶来研读彼得前书，来明白讲苦难甲咱的关系到底是虾米。闽南要怎样透过苦难，安遐来认捌上帝，然后伫苦难中，伫这个世代当中，要怎样行事为人？今仔日，咱要对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二章第九节，咱要来看咱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咱的身份到底是啥物？咱来三合掀开咱的圣经，咱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批的，给伊分散伫本土、加勒太、加伯多加、亚细亚，彼对呢？家徛的，就是照着被上帝的先见受精选，照着圣灵的正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搁蒙恩惠所受的人，愿恩惠平安最最的加予恁。然后伫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，独独恁是受精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。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恁宣扬那个召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彼得。是会对这段经文里面，咱要来看咱基督徒的身份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当恁来看彼得前书的时阵，在这本册里面，使徒彼得至少有列了十二个名称啊，来称呼基督徒啊，咱啊，伫基督内面，咱有一款特殊尊贵的一款的身份。咱若知影的时阵，咱有法通伫
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，在苦难在试炼中，要怎样来为主站立一条，然后来宣扬上帝的美德。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要来看其中的四个身份，四个身份。头一个我们要来看，就是上帝竞选，上帝竞选。在第一章第二节，上半节他说，就是照着什么？被上帝的先见受竞选，照着被上帝的先见受竞选。然后在第二章第九节，可能说独领是什么？竞选的族类。第二章第九节，独领是受竞选的族类。竞选这个字是一个专有的名词，专有的名词。这表明什么呢？这是一种经过真精心思考了后有迄款的行动，就是讲上帝在万民中特别的竞选。一贯的竞选啊，唔是讲是随随便便啊，我安尼啊，看到野做，我凊彩选者，就是这个是用什么精心、细心的按下来选。请问你咧选择物件的时阵，你怎啊来选呢？当然，愈贵重的物件，对你看起来愈重要的，你更加什么精心的来选。就像讲看我从拜会了后。你到你要吃什么，你就去选。但是这款吃的东西，有什么重要是重要，但是不是真重要。所以青菜吃也会做的，含含选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去买选择，要去买一块厝的时候，你若要选，你就真小心的选。没什么随随便便看到你就买，你就去研究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当然我们说到人，我们的对象特别是我也未结婚的人，青年男女，当你要找对象的时阵，这个是规世人甲你做一个，更加无法通随随便便，对不？虽然现就是有人讲什么爱情啊，是盲目的，是未看到呀 ，Love is blind。其实这款的讲法啊，唔对啊，这款的讲法唔对啊，应该是什么？在未结婚以前啊。目睭啊，要提个大堆咧，要看个清楚。我所要选的这个人到底是啥物？然后呢，结婚了的时阵啊，咱就发生啥物啊？目睭看半开开，半开开啊！啊，唔能够想去看想去详细啊！你看到原来啊，伊也可是有真侪啥物，真侪的缺点。但是真侪人啊，伫恋爱的时阵啊，哎，逐项无去看，去做的啦。结婚了啊！啊，伊看到哇，干那是你那是安尼啊！啊，你也提一段子出来啊！你做代志干那是那安尼啊？已经袂赴咯。但是人怎啊精心啊？而且真小心的选的时阵，常常也可是会选唔对啊！因为真侪物件咱唔知影，真侪物件咱袂看到，真侪物件咱也是无完全。但是上帝伊精选的时阵。未差错，伊未选唔对，所以上帝在千万人当中，竞选了你，竞选了我，所以上帝竞选对咱来讲是欢迎的宝贵，所以咱是欢迎的蒙福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圣经记第七章，讲到上帝怎啊，干那真啊竞选以色列，上帝讲唔是因为恁的人罪，乃是因为干那我听你。到我到《约瑟书》第一章，讲到上帝的基督耶稣内面竞选了咱的时阵，也是讲因为这是什么？因为上帝听，因为这是上帝恩典，这个是上帝的主权。因为伊的从世以前，在耶稣基督内面竞选了咱，所以咱有一款的身份。第二的身份是什么啊？咱是什么啊？分散，咱是分散行起来。这个分散行起在古约当中，这个是咧指迄块什么？迄块分散行起在以色列对以外的犹太人，当犹太人受巴比伦安遐受掠的时阵，70年后，因就真侪以色列人安遐就倒来，但是
因倒来也阁有真侪啊，大部分诶犹太人因留落伫外邦诶所在，伫外地无倒去以色列地。现在因为因伫遐生活好势咯，因为是因诶生理逐项创即好势，所以因也未要倒来。但是因知影这不过是暂时诶，因为伫因诶心中因犹原想念因诶祖国，盼望有一日因有法通倒去。所以因知影因家己不过是啥物啊？假起来是暂时定定。伫新约，这个民俗却用伫新道的神就，唔是孤单以色列人，就是伫新道，凡啊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外邦人，还是个以色列人以外的人，咱也是称作分散假起来，至少。这分散加起来有三个重要的意义。头一个，伊就是强调什么？强调基督徒的世上，咱是加起来是暂时定定，因为天国才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。咱作为中国人啊，分散伫世界真侪所在，咱知影这方面，特别早期的真侪华侨。因来到南洋，来到菲律宾，因常常有一个观念，我这不是我的所在。有一日我要倒去，有一日我要倒去，所以就常常听到话什么长辈因但买个难处难处啊、哦！原来因认为因的国家、因的故乡也个是中国。现就是有真侪咱所讲的新教，因相反有一款的观念。第二方面是强调什么？既然咱无熟世界，啊，咱的生活习惯在是甲世界人无相同。既然无相同，咱就会受到什么讥笑，受到威胁。亲像伫第三章十四节有讲，受诽谤。第三章十六节，伊伫个呢受了真大的亏损。虽然是安尼，圣经。啊！来鼓励当初些信徒啊，鼓励咱唔通灰心失志，因为咱的盼望是伫主耶稣基督下，伊的确要赶紧来咯，然后有荣耀来担着跩忠心仰望主的人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一句话真，所以讲保罗讲，我若想现主时，我所拄着的苦楚。那比起将来要荷兰的荣耀，啊，今仔咱所面对的跩苦难，实在是无算做甚物。第三，伊的意义是甚物呢？就是强调甚物啊？信徒分散是上帝知影的，是照着上帝的先见，意思甚物啊？是上帝所安排的。这个对当初时的信徒来讲，实在是无容易明白。伊讲，阮都信耶稣了，干那是阮那会拄着一款的危险，一款的苦难呢？但是当因知影讲，无这是上帝安排的，上帝将恁分散伫无相的所在，是上帝的心意，一款带来何等大的安慰。甲鼓励，我来和你跟你讲一个例，咱就有法通明白。伫《使徒行传》，咱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后，教会就按遐开始啊来修建立起来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拄到真大什么大复兴，真侪人信主，有三千个人，有五千个人信主。所以按第二章开始，到第六章，咱看到上帝诶恩典顶中间现前。到第七章的时阵，咱看到使徒番因安遐干，伊安遐干啊，受心甚至为主的缘故来殉道啊，为主的缘故来殉道。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真重要的一节，伊讲对这日起。亚罗撒丁的教会就大受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拢干呐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各个所在。是诶，上帝的恩典伫亚罗撒丁宽大，
干阿子那拄着逼逼，圣经讲什么是大的逼逼，所以因就干阿分散出去。目的是什么？干阿那有逼逼，干阿那有分散呢？福音才有法通传开，福音才有法通传开，有分散，福音则广传。所以伫使徒行传的是安尼，伫旧约咱看到以色列人干阿是因受了到巴比伦去呢。有影是因犯罪，因违背了上帝。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真重要，是上帝给因分散，有法通和跩以色列人因伫外邦的所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伫彼得前后书的时期，相反也是安尼。咱也想，伫咱现主时，咱所拄到的情况，应该也是安尼。菲律宾有真多叫做外劳啊，外劳啊，因为因生活的需要，因啊就什么离乡背井，去到别个所在来做工。上帝呢，就来使用其中的一个基督徒，我当将福音带到真多无相的所在去。因是正做什么？转做宣教士。因我当将福音带到无自由传福音的国家去。李显主席，我唔知影你所拄到的经句到底什么？欠在你有真多的苦难，欠在你有真多的挑战，但是你会记得上帝知影，上帝给你安排伫这个所在，你是唔是有好好完成主要你做呢？第三方面，咱来看到啊，咱的第三的身份是什么？就是君尊的祭司。咱有君尊的祭司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圣经安尼讲：独独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恁宣扬，迄个召恁出黑暗的光明、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第三，咱是什么？君尊祭司的身份，这是伫古约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。有两项真重要的工作，第一，伊是代表上帝来传达上帝的话语，将上帝的律法来教导百姓；第二，伊代表百姓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代表百姓来献祭给上帝，伊将百姓。来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在古约，这是只有利未支派阿伦的后裔才有法通做祭司亲近上帝。但是感谢主，到我到信约的时阵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凡相信耶稣的人，拢称作什么？上帝的祭司。咱拢是上帝的祭司。所以马丁路德在改革运动的时候，他说人啊，信徒都是什么？都是祭司，信徒都有法代表上帝，将上帝介绍给人。咱另外一方面，咱也代表人，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头前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，让人看到一个真水的一个道理。十八节说，一切都是出于上帝，以借着耶稣基督，和咱甲伊和好，各种什么，劝人甲伊和好的积分赐予咱，所以上帝将这个积分赏赐予咱。十九节说，这就是上帝的基督来叫世间人家己和好，无将因的过犯归到因的身上，并将这个和好的这个道理。托付了咱，是的，这个叫人好好的道理托付在咱的心中。然后二十节讲，所以咱做基督的使者，好亲像上帝借着咱劝恁，借着阮劝恁是一般，阮要推基督求恁甲上帝好好。所以咱是上帝的代表，真做上帝甲人之间一款的桥梁。将上帝带给人，将人带到上帝，这是何等荣耀、尊贵的身份和职分。
所以不然是君尊的祭司。最后我们要来思想的是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。在第二章第九节，他说独独你是受经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属上帝的子民。那属上帝的子民英文是什么？翻译做 God's treasured possession， 上帝宝贵的产业。咱是上帝的产业啊！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属上帝子民。这个希伯啊，希伯文，希伯文是用两个字组成的。头一个是讲做一做某一项代志，第二是该画起来，还是该遗传起来？遗传起来，就是讲呢，咱将遗传啊，该传起来，将某一项代志、某一件事件、某的人，该伊围起来，表示什么？所有权，表示咱是属上帝的。上帝拯救咱，将咱围设起来，认定咱是什么？伊所宝贵的产业。所以咱是上帝眼中的心肝宝贝，咱伫上帝的目睭中是满有价值的。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咱要怎啊来定一项物件？是意思有价值呢？第一，是看一个人愿意付出偌多的代价。这个人若认为这项物件真有价值，我愿意付出偌多钱来买来。这个人对我真重要，我愿意付出较多的精神、较多的时间用在伊的身上。因为干呐，我看伊宝贵，所以我就付出偌多。第二方面，决定讲这个物件。到底伊过去还是伊是属相啊？好，过去是啥个？这个也是有法通来断定这项物件是重要啊，还是不？其实物件伊的宝贝，有时阵唔是看伊本身，啊，还是乃是看什么？伊是顶卖是属的啥个？啊，亲像那个在。猫王哦，鸟王啊，就是 Elvis Presley 啊，真侪人知影。啊，伊曾经穿着一件衫、一件 T 恤，真侪人要买啊。伊有法通甲拍卖拍啊，真贵，看下那真贵啊。伊一件衫啊，唔是啊，偌特别的衫，甲普通的衫相仝，但是伊卖啊真贵。如果我将我的 T 穿着的 T 恤，我去买，无人买。干哪？错啊！温庭到底想啊？我唔捌的。啊 ，Elvis Presley， 哇，这个人真特别，伊穿着的衫在世是真好，所以真侪人敢买。Princess Diana， 伊用着的多啊，哇，有法通买啊也贵。干哪？因为伊曾经是 Princess Diana 用着，因为因先心情的主人的身份。因你看呐，大因的价值大大的提高咯，所以呢，按照这两个啊条件，咱来问咱家己，到底我的价值是啥物？唔是我有啥物，唔是我做个啥物，乃是我属相啊，乃是我属相，我是属相啊的产业呢。然后咱来看到咱的主。为你为我，要得到咱伊所付出的代价是啥物呢？咱是属上帝，伊用当价将咱买过来，咱伫上帝的心肝宝贵。所以咱既然咱有这四款真重要的身份，唔是因为咱的缘故，上帝精选了咱，因为伊疼咱。上帝予咱分散假象，因为伊有目的，要咱来选用伊的美德。上帝予咱做这事，
要将人将人甲上帝我通好好，然后上帝竟选了咱做伊的子民，是宝贵啊！所以咱既然有一款的身份，咱就将这款的身份挖出来。所以伫第二章第九节的罗马节，伊讲啥？独独恁是受竞选的族类，受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要干哪？啊，为着要叫恁宣扬，迄个叫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叫咱什么？咱既然真做上帝所宝贵，咱就会晓将上帝的美德宣扬出去，讲出去，好好甲侪人知影。咱当然所宣扬的内容，唔是我偌牛，唔是我做偌济，那是上帝的美德。上帝的美德，美德啊，唔单单是指上帝内在的迄款的性情，更加是上帝的带领与奇妙的作为。上帝怎啊改变你的生命，你法通予人知。上帝怎啊听了你的祈祷，你就甲人讲。上帝怎啊伫试炼中保守你，怎啊伫试炼中予你经历到上帝的带领，咱即跩就予人知影。其实咱有法通伫教会中，照着讲道、唱诗歌、祈祷、读圣经来宣扬上帝的美德。咱有法通伫咱的家庭中，伫遐好好来活出上帝爱咱活出的迄款的扮演迄款的角色，相反达到宣扬上帝美德的目的。咱伫工作的时阵，甲人做一下，甲人交谈的时阵，咱有法通真做别人的祝福无？咱有法通来分享上帝的疼，伫你的心上有偌个大呢？其实咱有法通将各样、各款、甲适合咱个别情况、甲咱的个性的方式来宣扬上帝的名。问题是，你是毋是活出一款尊贵的身份来呢？那这时，咱用一段时间，咱好好来反省、来思想。第一，你是毋是属于宇宙万米上帝所宝贵的产业呢？你有认捌伊，你有安尼接受伊的救赎？你想看卖，上帝为要救你，上帝疼你，伊为你付出了什么？你为伊付出什么？你有相信伊，接受伊做你个人的救主？你有为伊来活无？第二，你对伊上所提荣耀尊贵的四种身份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你应该着怎啊名副其实？会活出这款的身份来，你的情况，我的情况无相同。咱好好来祈祷，让圣灵来感动咱，咱怎啊来回应？咱用一段时间啊，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个一摆食着你的话语，即着彼得前书第一章，第到第二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奉看到阮伫你内面有反映宝贵荣耀的身份。主啊，当阮好好来看即跩身份的时阵，并毋是因为阮做啥，并毋是因为阮的缘故，乃因为主你。无条件的疼，甲竞选。主啊，阮既然正做主你的囝儿，有一款的身份，教导阮有法通
挖出这款的身份来，来彰显你的美德，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也未认不你。我当对我们所讲的话，所以对我们所做的代志，对我们所挖出一款的生活，我当知影你是可靠的上帝，好因有一款确保的心来相信你，来信靠你，和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主啊，我伫你面前啊，的心切的思想啊，甲阮的回应，关注你悦纳，听阮的基督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主的兄弟，咱将咱所有备的饼甲杯摆伫咱面前，然后咱三甲用一首歌来思想咱对主的听。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领。
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加上你之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，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这是咱三甲来听上帝话。主耶稣受尾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一百块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放杀的，恁着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咱三甲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提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着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咱同心的领受。天父恩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常为阮预备一个饼甲杯，当予阮纪念。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阮打破身躯，来要拯救阮，洗清阮一切的罪。主，阮为着这项代志来感谢阿罗尼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一个福分来纪念主耶稣基督。安尼，基督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时来撒甲。念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在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。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搁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境所愿。主内兄弟，咱三甲听几点的报告？咱感谢主，上帝予咱的教会的慈善基金的祝福，咱亲身体验到伸出援手甲照顾急需会友的需要。咱每个月收到的慈善基金奉献，够额通持续补贴退休老人的需求，并为遐个经济顶艰苦买药的会友提供补贴。咱也依然补助遐个艰苦支付医院的费用，甲把送礼费用的费用。不管
肺炎病病疫情警报级别已经降到第一级，但是咱犹原在乡下无法去做工的，也是找无头路的，诶，会友提供补贴。咱教会也乐意甲有需要的人分享咱的祝福，所以予咱继续纪念甲关心需要咱帮助的会友，予咱同心建立一个持久的保库，慷慨大方，帮助别人。昨日也知，搁一个好消息，遐个参加实体英文崇拜的人，无需要搁伫山顶底下来注册，只需要带因的一个疫苗接种卡就会做得。咱也欢迎未满18岁的青年人，欢迎来参加，也无需要一个疫苗的接种卡。但是即使咱厝内人若有啥物人无觉得无爽，咱会用点咱家己诶家内伫遐甲咱三甲崇拜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。但愿迄位赐平安诶上帝，就是迄个凭着应许诶血和羔羊诶大牧者，咱诶主耶稣基督。对死来国话的上帝，在各款善事顶成全恁，叫恁遵行伊的旨意，搁接着耶稣基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，愿荣耀归乎伊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